说过来的呢？我不知道。别骗我，他到底在哪？我不知道。你不要再居然笑然了，他老婆回来了。那又怎么样？他和老婆感情我太了解了，你拆不散他们的，别自找没趣。你在威胁我？我只是想告诉你。那你等着看吧。魏小姐，魏小姐，您稍等一下，您不能这样冲进去，魏小姐。但是他们的条件可能有些苛刻。那就别答应。魏小姐，你不能进去，魏小姐。魏小姐，你不能进去。老板，他自己要闯进来的。听说你这几天都在找我。为什么躲我？谁躲你了？躲了。我该说的都跟你说的非常明白了。我们俩不能在一块儿。条件你开吧。我没有条件，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。不可能。我不会离开我老婆。我有你孩子了。我今天就不陪你去了，我实在不习惯那种应酬的场合。好了，走吧。哎，萧然。嗯。你没事吧？没有，没。喂，你找谁？你好，我是魏源。你就是韩玲吧？我在广告里见过你。你有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我怀孕了。
孩子是萧然的。我爱他，真的很爱很爱。我知道，他也爱我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他的人。我求你成全我们好吗？你确定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萧然的？我没有其他男人。坐地上，怎么了？我见魏源了。她怀孕了，你女朋友怀孕了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说？其实你不应该回来，你应该去他那儿陪他。怀孕是一个人的大事儿，他需要人关心的。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可以自欺欺人。我一直告诉我自己，我们很好，我们要好好的。都怪我。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你别这样。你们不能这样对我。你这样我特别难受。应该在他身边。
你走吧，反正我也不能生育了。你这个时候应该在他身边照顾他。啊！不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，走，你跟我走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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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们走。